咱们还得慢慢吃点呀。是啊。他把哈子过来了，老师呢？咱们这个，哎，这个是不是跟妈妈在一起去忙活的工？我看现在忙活的话，我感觉也还干不了，那我可能在伊拉克工作不了。我也准备去阿拉伯大学去忙活。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.